迎接五二零行情，台股二十号开盘直接跳空上涨，早盘再度冲破21,300点大关。但随后指数一度翻黑，陷入震荡，就是因为全网台积电小跌1元开出后，虽然股价一度翻红，但卖压出笼，再度由红翻黑，力守五日线。而鸿海下跌超过1%，反倒是联发科表现最为强势，上涨超过2%，持续站稳所有均线。而盘面上也还有金融、航运等类股撑盘。NVIDIA 公布完之后，它的波动肯定会非常大，所以这个地方有些投资人距离5.25其实说真的也蛮近的，所以这个地方也不敢做比较积极追加的一个动作，所以让整个盘势大概陷入震荡的一个走势。台股盘中持续走高，因为从历届7次总统交接年来看，可以看到520过后的3个月，有过半机会大盘会有1.8%到10%的涨幅，其中2016年跟2020年更是大涨超过10%。要期待是520过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波动。台股现在算涨得很高，一直破新高嘛，然后不知道说之后会不会回落会修整这样子，还是20,000点之下有可能会再加码吧。 AI 等等这些相关，或者是在部分的车用啊，我想这一些大概中长线的部分有拉回都可以留意。那绿电的部分，因为之前有先稍微回档修正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也有短线上的一个上攻的一个机会。反而就轻点包含半导体、 AI、 生技医疗、军工以及绿电五大族群，有望在520后持续发酵，吸引市场目光。曾学正全彭志华、刘凤慈台北报道。